怎么产生年历？那年历的步骤第一个哈，就是要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。比如说我今天要产生那个1月1号，那再来2月1号、3月1号、4月1号 ，OK。那再利用每个月第一天去带出其他的天，这样会是比较快的。那可是这边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产生2月1号、3月1号、4月1号，以此类推。方法当然很多了哈，不过最简单的其实你可以用那个 eday 函数，或者用 date 函数，其实也可以做得出来。哦 ，date， 不过 date 函数的话哦，是比较麻烦，它需要用到什么 ymd、date， 总共四个函数才能做完一件事。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要做什么呢？做那个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天的话，第一个哈，请各位利用插入函数，找到那个日期时间里面有一个叫 eday 函数。eDate， 好、哦，按确定。不过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你是使用的是2003的哈，Excel 的2003的版本哈、哦、，eDate 的这个函数哦是没有的，不是没有，是你必须要到那个争议集里面哦，把那个分析工具箱打勾，它才会出现哦。OK， 所以特别注意哦，哈、哦，应该知道那个吧？底下有说明，不然你们可以看一下。那个，我看这，不，更正，应该是在那个 eday 函数这边有一个，如果你是2003的话，必须要先在那个争议集哦，工具，我好像记得2003的工具里面的那个争议集里面，啊，会有一个分析工具箱，你把那个分析工具箱打勾，你才会有 eday 函数哦。OK，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哦。那因为我们现在用的都比较新啊 ，Excel 2007包含以后的都没有问题。都一定会有那个 eday 函数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产生每个月第一天？一，在二月，这等于 B2 储存格上面哈、哦，输入点一下 eday 函数。再来的话呢哈、哦，它跟你要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说，哎，你要以哪一个日期为基准？那我们就用1月1号。好、哦，第二个问题呢，后面哈、哦、它有个提示，有没有？它叫什么 ？months， months 意思是说。那你要跟基准这个日期相差几个月啊？有没有 months 相差几个月？所以 eday 函数最主要的用途是什么？就是跟某个日期相差几个月所得到的那个日期。比如说呢，我1月1号跟2月1号相差几个月，刚好就差一个月嘛，所以你就输入一就可以了。OK， 按确定，确定之后呢，哎，它会带出什么？2月1号，有没有？那一样的方式哦，如果你向右填满啊，这个三月嘛啊，因为这个井是宽度不足，3月1号。为什么3月1号呢？因为哦，你向右填满，我刚刚讲过，这个栏号会自动增加。向下是什么？向下是列号，列号就二嘛，有没有？二如果向下变三变四，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向右的话，栏号会增加。所以本来参照到的是那个，就是。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，哈，本来是参照这是1月1号，如果你向右填满，它变成 B， 所以参照的2月1号。那2月1号的话，哎，不就2月1号为基准，相差一个月，哎，就变成3月1号，以此类推。所以好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先做出2月1号之后，再向右填满。填满之后呢，到12月1号嘛，12月份放开 ，OK， 然后呢，它就每个月第一天都出现。但是呢，格式怎么样？哎，奇怪，怎么变井？啊，这个应该知道哈、哦，就是对宽度不足嘛。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到常用里面的格式，格式里面有个自动调整栏宽，有没有？从这边有没有点下去啊？如果你栏宽井看到井字号，反正就栏宽不够啊，你就点一下格式里面的自动调整栏宽，哎，全部都帮你把那个栏宽一全部调整好了。哦，这样会比较快啊，自动调栏宽哦，不然的话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以前要慢慢调，或者点两下，哦，啊，你可能调很多栏，那不是很花时间嘛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有个格式里面的自动调整栏宽，还蛮好用的，哦，其实常常会遇到那个很多栏，那你一个一个慢慢调，很浪费时间，用这个会比较快一些些，哈、哦，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第一步我们就完成了，就是自动带出每个月的第一天。那每个月的第一天带出来之后的话，接下来哈、哦，我们要带出这个每个月的第二天以后到最后一天，那怎么做？基本上哈、哦、很简单，
你只要把一月一号再加一就好了。一月一号加了一就变成一月二号。哎，那加你要想说日期为什么加一可以哈、哦？其实如果你把那个游标放 A2 哈、哦，按滑鼠右键储存的格式哈、哦，如果你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通用，按确定之后哈、哦，你会发现呢，它里面会放什么东西呢？本来是一个数一，本来是一个日期，可是当你按滑鼠右键哈、哦，储存的格式呢，如果你把它改成通用的话，其实也就改回打回它的原型。那其实，在 Excel 里面哈、哦，日期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数字，它存在 Excel 里面呢就是一个整数哦。那这个整数是什么意思呢？43101哈、哦，这个数字怎么来的？其实根据官方说法，它是跟1900年的1月1号相比较之下，哦，1900哦，有没有很久以前，对不对？相比较之下差几天的意思啦。那当然越未来的越多嘛，所以以1107年的一月一号嘛，跟1900年一月一号相差几天，就是这个嘛，43101天嘛。OK， 那如果一月二号呢，那就加一嘛，啊再加二嘛，再加三嘛，有没有一直往后嘛？那当然这个数字会越来越多啦。不过哈、哦，理论上，再经过100年哈、哦，再经过100年，也不过再多增加365天，再乘100而已啊。所以等于是100年之后，这个数字顶多也是只有大概在3万，哎，大概就是8万而已啊。所以100年之后8万，所以这个数字应该哈、哦、不会大到一个没办法接收的数字。啊，另外时间哈、哦，其实顺便讲一下时间，时间其实就是24小时，一个小时就是1/24啦。OK， 所以它里面那个时间哈、哦、是小数点，所以如果后面有小数点，那表示这个后面还有带时间；如果是整数，那就是刚好是12点整。OK， 好、哦，所以那个那至于计算哈、哦，可能也要是用 hour millisecond 分别去计算，那这刚刚复杂度又更高。哦，那大概有一个概念就可以了。哦，因为大家其实最头痛的还是日期的计算，好、哦，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知道一下这个概念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我把它复原 ，Ctrl 加 Z， 啊、哦、，Ctrl Z 的话就复原。OK， 复原哈、哦，复原之后的话呢，那大概知道一下啊，我把它也这样再放大一下啦，因为这个好，那也就是说一月二号是等于什么？等于，所以先加一个等号，等于 A2， 所以我在 A3 上面是 A2 再加一，所以加一天，加一的话是加一天。那因为加了一天之后，有没有里面是数字，加一天之后，然后也会顺便帮你把上面那个储存格的格式帮你套上去，所以你看到的哈、哦、基本上还是一个日期格式，除非你怎么样把那个格式哈、哦、改回通用，才会看到它打回它原型啊。那其实它就利用这样的概念，那只是说年月日哦比较麻烦，是要分别处理啊。这个可能一般我们在实际上遇到就是这个年月日的计算。那做完之后怎么样？你就把它向下填满。那向下填满，因为列号会增加，所以呢 A2 会变 A3， 刚好就参照到上面那个。所以你向下填满之后，你会发现哦，到32列的时候放开，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什么1107年的1月31，有没有？那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，刚好呢，我们也参照到2月份，所以一直往下的话，哈、哦，你会发现，那不过我先向右拉一个就好了。那你会发现什么状况呢？3月份不对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你现在整个向右把它全部拉完，拉到 L 栏好了，啊、哦，比如说我这边一整年，哎 LIJL 在这里12哈、哦，那你会发现哈、哦，一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哈、哦，当然，已经有一个年历了，只不过哈、哦、会多一些东西出来，有没有？2月份的3月不应该出现，4月份的5月不应该出现，反正呢，只要它的那个月不是31天的话，那就会多一些东西出来。所以呢哈、哦，那你要怎么样让这些东西不要出现？就是我们要做的问题啦，哦，那当然我们不是说有同学平常习惯是怎么样选它按 delete 键，
选它按 delete 键。那当然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不用学函数了啦。OK， 那可是你要花很多时间，因为你每个变成小月就有好多个，至少六个，你要 delete 六次。那有没有比较快的方式哈、哦？是不要让它出现。那不要让它出现的话，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要做一些逻辑判断。所以啊、哦，如果将来你要让 Excel 帮你做判断，那你就是用刚刚的 if。可是 if 的逻辑什么？很多嘛，直觉想到就是说哈、哦，如果我希望怎么样，当它出现下一天的时候，帮我判断一下它的月份跟上面这个月份跟即将产生下面这个月份，他们的月份 month 哦一不一样？如果不一样的话，那我就输出没有东西，反之才是输出我要输出的东西。等一下，这个逻辑哈、哦，应该知道我在叙述什么，只是说怎么样把这个逻辑做出来哈、哦。那我一样Ctrl Z好了，我那再把它恢复。好，刚刚 A2 加一对不对哈、哦、？Ctrl Z 又恢复了。恢复之后的话，接下来我们再看逻辑怎么下。啊，当然一般习惯什么，把这个 A2 加 1H 先剪下好了。剪下之后呢，再插入一个逻辑判断。所以逻辑我们刚刚用过嘛，逻辑里面的 if。如果什么呢？如果我现在的储存格，我的上面那个储存格的月份，那上面那个储存格月份哦，这个可能你要用自己打好了，比较快，慢死。但你也可以用插入前面的函数啦，不过我刚刚讲过了，哪一个比较顺就用哪一个方法，我觉得这样比较顺。慢死，不过你可能这个字要打对哦，慢死哦，应该会的哦，这个月份还比较长。前刮弧什么呢？上面那个储存格叫 A2， 后刮弧如果呢不等于，等于是这样的吗？它不等于在 Excel 里面哦，是小于加大于，这个叫不等于。如果不等于什么呢？后面那个要产生的月份，那是什么呢？ month。 前刮弧 A2 加1之后哦，一个是 A2， 一个是 A2 加1，这样的两个，反正上面那个呢跟下面这个呢，如果它月份不一样哦，不等于就是小于加大于。那如果不一样，我就把它变成没有，没有就是空的。空的我前面讲过了，就是打两个空字串，两个双引号就是空的啊。里面记得哦，之前有同学我发现他很天才，自己再加一个空白在里面，没有必要了哈、哦。不然输出变成一个空白哈、哦，反而会有碍事哈、哦。就是两个双引号，反之呢做什么？就是跟刚刚一样，什么呢 ？A2 加一就对了啊、哦。如果它月份不一样，就不要输出；如果月份一样，那就输出。把上面那个储存格帮我加一之后放过来。OK， 应该理解这个逻辑的哈、哦，所以这个逻辑下好之后按确定，有没有？那因为呢，我们一月一号跟一月二号的月份相同，所以它还是 A2 加一。那你如果向下到一月的，到那个 A32 放开，可是拉过来我们看一下二月份，二月份呢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？当然2月28跟3月1号刚好是不同月份，所以呢你会发现放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那个什么呢，2月28跟3月1号，3月1号不见了，可是呢下面会多两个什么紧开头的符号，有没有啊？为什么会有这个错误呢？后面跟你讲说一个 value 意思是说哦，你那个值发生错误。那个值是什么错？意思就是说，因为你把那个里面的月份那个日期清掉了，那清掉之后的话呢，当然你用 month 来判断会发生什么错误了。你没有给我日期，可是你却要我去判断月份，所以它那个井开头意思就是有错误。哦，所以各位应该有常常看到吧？哈、哦，你在 Excel 里面常常看到那个井开头的，反正不就是井开头井 value 或者是井 NA 嘛？或者仅 REF 啦，仅什么哈，反正仅开头的这种就是实际上意思就是 Excel 会告诉你犯错了，后面是犯错的原因。好，那以后呢，如果说你因为我们已经基本上 A2 加 OK 了之后，那如果说呢，第一个问题解决，产生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还要再解决，那以后如果看到仅字号的话，我教各位哈，你就是再怎么样
把它过滤掉。过滤掉，哎，怎么过滤啊？特别需要。再来就是说哈，如果以后你只要在 Excel 里面看到井字号，那我们再把它回到刚刚这个地方。我记得哦，就是，哎，这个 if， 请你把那个公式哈，把它剪下来。我要再做过滤的动作。那剪下来的话，特别注意哈，请你注意哈，不要剪到等号，就是 if 呢，等号后面这一串，再插入一个公式，什么公式？如果你未来要过滤的话，请你用逻辑里面会有一个叫 if，这个函数。不过但是哈，跟如果你使用2003的同学，if-else 哈，2003没有，你可能要用别的方法哈。那我先讲一下，如果2007以后，你可以用 if-else。if-else 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按确定，把刚刚的公式贴上，好，贴上之后的话呢，后面有多一个储存格。如果 value if l， 也就是说呢，如果你将来呢，储存格里面本来会有井字号，对不对？其实你都可以利用 if l 去过滤。过滤的意思是说，哈，你把原来的公式贴上，不包含等号。然后呢，如果发生错误呢，你把它清掉。清掉意思说呢，哈，你就在 if value if l 这边哈，加两个双引号，就是清除。意思就是说，将来如果你的那个储存格里面哈，只要井字号开头的，通通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过滤。很简单，你就把公式贴上，然后呢，把它放在 if l 的第一个参数，第一个引数，第二个引数呢，就是加两个双引号，就是反。只要井号都帮我清掉，按确定，向下到32，向右，哎，你会发现啊，错误消失了，有没有？它等于是只要看到有井开头的错误，一律怎么样，都不要让它显示的意思。OK， 所以哈，以后如果你们看到 Excel 里面有很多井开头的，通通都可以用 if l 去过滤，通通过滤掉了啊，所以。以后呢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的 Excel 里面常常会有一堆的错误，那其实我是建议啊，你可以把这个 if l 学好，然后再到 L 栏放开，你会发现一整栏全部的这个年历哈，就通通帮我全部做完了。好，公式的话哈，基本上，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这个，就是应该在29页吧哈，29页上面有个公式，好。公式的话在上面这边哈 ，OK。所以可以分成那个，几个阶段来看啦哈。当然，第一，我们其实这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阶段是 A2+1， 那 A2+1 之后会产生那个月份不同的错误，然后再利用那个什么 if months 去判断 ，months 是判断它的月份。如果月份不相同，那我就输出空的，反之就是 A2+1、啊、再把这个公式剪下放在 if l 里面去过滤、哦、如果有错误有没有井 value 错误的话，那一律变成空的、哦、所以这部分的话呢，有三个阶段了，那所以这一题相对的稍微比较难一些些，我把游标放在这边好了、哦、试试看、哦、这个地方过滤那、哦、就是、哦、怎么产生一整年的年历啊，OK， 那难度又跟之前的题目比起来相对的还是比较困难一些些，那这个部分做完之后，等一下我们会才需要什么，比如说这个礼拜六礼拜天，或者是哪一个礼拜六礼拜天，如果假设我希望换个颜色的话，好，那你一年有52周，那你岂不52个礼拜六礼拜天你都要慢慢去格式吗？不是啊，其实你可以利用什么设定格式化条件，里面有一个叫新增规则，也就是说未来我假设了，我希望礼拜六给我一个颜色，可能字的颜色换一下啊，底色换一下，礼拜天又一个另外颜色，那用什么方式可以达到就是说快速帮你格式化的目的哦 ，OK， 所以请各位
先把刚刚这个先做一下哈，给慢死。所以这一题变成会需要同一个公式里面哈，就会有三个函数，先慢死，再 if， 再 if l， 它可以分三阶段来完成。所以相对的又比早上的还来的更加的复杂。但是特别注意哈，如果你是用那个2003的话哦，可能就要换一个。如果你当然，如果2007，你的 A2 程式的刚刚建好，A2 没有东西 ，A2 就是 A3 吧，这个是不是？加过来，这个，这个是 E day 的。这个吗 ？A2 然后一月一个月的，意思就是相差一个月就对了。我跟前面的比相差一个月，跟前面的比相差一个月，OK。所以这个年历大概可以拆成两个部分，上面的是每个月的第一天先产生，再产生它底下的东西，试一下